有一对十多岁的姐妹在地震发生之后受困了100小时，终于是获救脱困了。救援人员利用探测器侦测到废墟下方是有生命迹象，立刻进行了10个小时的救援行动。而15岁的姐姐在地震发生之后的99个小时获救了，她的妹妹13岁则是在受困的第101个小时被救了出来，其中有一个人被放在担架上面送往医院治疗当中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文，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。